所以今天的特别计划叫做难得遇见你专属你的一日男友。一日男友，对，他今天会陪你玩整个热身操。啊，真的吗？下一次疫情结束就舒缓一下，日本可以到日本拍，可以，我觉得你可以挑战。那要不要跟我一起拍？可以吗？哎，我觉得你这个健康风格，我应该可以驾驭。那你平常是蛮会跳，里面算会很会跳舞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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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会。没有。他说这个来，怎样？你不感冒吗？我跟他说明一下现在发生的事情，就是。我的粉丝看到我的现实动，看到哥哥现实动态，然后马上赶来球场看球，然后还选对位置坐在我们旁边，所以我现在去请他吃一块肉。哇，当一粉丝好幸福哦！走走走，每周二下午4点 ，Hello， 我是哥哥，我们线上见。